试判别下列各组的两点在直线 L 的同侧或异侧，我们把 D 把 AB 带入，所以相乘看它是大于零还小于零，六减四减一乘以八加五减一，好吧，算出来五乘以十二等于负六十，啊，这是小于零，负的，负的话就是在一侧。啊，这是第二小题，把它带进去，负十加十减一乘以负六减五减一，把它算出来，负一乘以负十二等于正十二，这是正的。来统测。